段啊，来跟妈妈学一下啊。才不要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学这个？哦，哎，那不然去帮妈妈拿那个布，在那边那里去帮我拿过来，快点。不要。哟，马古董。喂，你们在哪里？我去找你们。晚上要出去？去哪里？高雄。去高雄哪里？夜店。我不要。啊，要不然去哪里？去垦丁啊。哦，夜冲哦。对啊。你来回。你载我、啊。哎，不要。自己走路。你最痛了。不要。你借我电话。好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对不起，我妈住院。怎么了？弟弟需要休息。他还好吗？刚刚医生有来看过，他只是轻微的骨折和轻微的脑震荡。谢谢。妈，我来看你了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就这样走出去，害你受了伤。我保证我以后会很乖，听你的